好，欢迎收看中天新闻。今天帮大家介绍吉他达人，他叫马叔叔，有多厉害呢？一起来看看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叔叔。你们还不会弹吉他吗？没关系，马叔叔现在已经在网络上，啊 ，YouTube 上面可以搜寻到马叔叔哦。你们要学吉他，赶快趁现在，不管你有多老还是有多年轻，现在拿起你的吉他，跟马叔叔一起弹。大家好，我是马叔叔。今天马叔叔带大家到这个乌克丽的乐器行。那今天马叔叔要教大家一首 I'm Yours， 有听过吗？之前有用吉他教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今天马叔叔要用乌克丽来教大家，高不高兴？好，准备了。我们先讲右手啦，好不好？右手它会有呈现一种 swing 的感觉，有没有？ swing 是什么感觉？ swing 就是这样，有摇的感觉。然后你弹的时候就是第一下弹下去，然后第二下，好，有点难哦。好，这时候谱，谱就要上来了，好吧？好，再照下下上下上下上，好，我们再照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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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再一次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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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慢一点啊。太快了，你们看不懂。好，我们再一次哦，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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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，慢一点，下下上下上下上，哇，头有点晕了。好，右手就是这样子嘛，很简单，对不对？接下来就是左手啦，左手会有这个歌会有四个和弦。好，第一个和弦是怎么按呢？用你的小拇指，有没有？小妞妞，小妞妞，按在第一条线的第几个 ？One, two, three， 第三个。好，接下来，好了，马叔叔拖太久了，马叔叔要教快一点。好，接下来是无名指，无名指在第二条线的第三个，按上去，按紧哦，好不好？你们按，跟着马叔叔一起按。好，好，接下来下一个和弦，下一个和弦是 G。OK，G 怎么按呢？很像吉他的 D 啊，有没有？中指按第一条第二格，然后食指，接下来是无名指在第二条的第三个，你觉得怎样？给它刷下去。那配上右手节奏，喂，准备，我们再从第一个开始，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有了有了。接下来第三个和弦，第三个和弦你要用中指啊，好不好？中指不可以乱比哦。妈妈会骂。好，中指是第四条线的第二个，要轻轻按上去。就是这样。最后一个和弦，最后和弦，你中指已经按好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个和弦，你要再加入一个，加入，食指的第二条第一个，有没有？按着，有没有？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不要说马叔叔都骗你们。这样子，再一次哦，第一个和弦，呼呼，这两个小食指，那个什么，小妞妞加无名指。第二个和弦是什么？好，看一下，是这样子。接下来第三个和弦是中指，接下来最后一个和弦，食指给它按上去，压紧，点完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哦，然后右手加入一点那个叫做右手的节奏 ，swing 的感觉，全部加进去哦 ，1, 2, 3, 4。跟着聊，不错。马叔叔喷口水了啊，继续啊。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教一点点小小的，这个是秘密啊，嘘，不要跟别人讲。我们加入一点切音，切音的时候你的右手是弹下去以后，声音把它切掉，再抽。好，所以是弹的时候。枪哦，再来第三个和弦，有没有？跟着马叔叔一起练，快点，准备好了，对。哒哒哒哒哒哒 ，Try to put you but you're so hard. I feel a pure cry. And I'm getting fine before the cool down right now.
My sweet friend is not wrong, nothing but brand.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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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, in my turn to rain some more sunbright. Whoa, hey, it's gonna take no more, no more.忘记教前奏了，好不好？前奏还有最后一个哦，一个前奏的时候你要用滑音的方式，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，有没有一个滑音 S， 然后再回来，然后接第二个和弦，然后接第三个，再滑下来，有没有？哇，这样就更完整啦、啊，好强哦！准备去吧，二三。解码叔叔就教到这里啦，那希望你们大家可以学会这首 I'm your set， 准备我们一起摇了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